等下子晴怎么办？对啊，那子晴没有商场怎么办？飞一半，飞一半，飞一半。人家子晴。而且我夹了不少面，然后结果他就给我一坨饭，一整碗饭，对啊，居然一整碗没有，没有，他没有算，因为他就说没饭六十，九又第四分之三跟热狗，九又四分之三。
番茄酱。是要先加的，对呀、啊，我还以为是要先加的，我也以为。漂亮的呢，金黄色的。虽然掉了，还是很漂亮呢。这个超好用。